把 Hello 部门描述的步骤是卡 logo， 一直卡在这个 logo 界面，然后进不进系统。然后根据以前的维修经验的话，像是系统或者说是字库的问题比较多啊。我们下面先给刷个机啊，刷个先给机器进入9008端口，按音量上下键，然后插入数据线。现在插入数据线已经出现了9008端口模式，表示手机已经和电脑连接成功了。我们来打开我们的管理器啊，设备管理器，看一下端口有没有安装成功。好，出现这个9008端口模式，这个就表示已经 OK 了，我们可以进行下一步，打开我们的刷机软件啊。我们可以开始刷机了，它已经自动识别到了我们的端口。好，我们的机器已经刷机完毕了，现在已经进系统了，我们来激活，能不能激活啊？好，这台机器呢就是系统问题导致的啊，系统问题导致的卡 logo。